就是有几个人到餐馆，六个人嘛，到餐馆去吃鳖啊，去吃鳖，鳖出来了，还有蛋，然后就把这一碗这个汤说，让他请那个 waiter 帮我们分啊，我们每个人给我们每个人一碗。waiter 分了半天呢，就分不出来。那个底下的人就问了：为什么叫你分？啊，分成六份，这一碗汤分成六份，分给我们六碗，为什么你分不出来？他说没办法分呐。他说为什么没办法分呢？因为啊，你们有六个人，只有五个王八蛋呢、啊。怎么分？